人是不是戴上这个帽子以后就精力十足？有可能，会不会一戴上帽子就会不停的跳？我来试一下。娜娜试一下。哇，他头发好神奇，戴着帽子完全没有变形哎。以前。Before。我像一样。嘟噜嘟嘟噜。大家来看，三二一 ，Same。Learn。我来说说我的感想。你说你呢？他戴着就没有那么可爱。对啊，我觉得就很像长颈鹿，很像长颈鹿妈妈怀孕了。对，很像长颈鹿妈妈怀孕了，怀了谢娜。OK， 再来展示下一样。下一样是什么？好，下一样， Next， 来来 ，Next， 这个中国也有。中国也有，大家看，这是他的名字，申晨曦，这个能拍到吗？啊，来，我们再近一点。哦，我也，我也，我也。申晨曦，你也有，我看看你的。哦，你的是金的，你们家比较有钱。张成仔 ，OK， 好。啊，这个很酷。现在韩国很流行把名字带在身上吗？是是是，就怕出去走丢了。中国就是习惯把钥匙挂在身上。这个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个是用手拎还是肩挎？是这个这样，这个是男生是吗？男生用的。现在男生非常流行背这样的包，可以借我背一下吗？你就用背这个。你看初次见面你就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这样，你拿这个，孙正焕拿这个，你跟炯炯走一下，那个从那边走过来。现在是在韩国的街头啊，两个时尚的韩国男生走了过来。对啊。又来了一位帅哥，我要重来一遍。何老师刚才表现的就是拿别人的手软，什么都拿不住。我跟维嘉是路人啊，他们真的是评价一下。来，哎，何老师，我们要走到你面前评价一下。来，你刚刚都不会觉得我们是谁？没有穿金高鞋垫，明明就过。好，他们要集体走一次哈，来啊！快去！出了什么问题？对对对对，不能输给他们快乐家族，来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安妮可，安可，他们又来了，他们对对，这是设计师。我觉得他们的表演已经太精彩了，可能是我演的不好。对，你演。那我让你挑战来吧。我不要，不用了。我们不如来玩下一个更好玩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就是音乐版的《心有灵犀》。音乐版《心有灵犀》游戏规则：参加游戏的 K 将派出李承铉用青蛙叫来哼出耳机里听到的音乐，而另外三位将根据他的疯狂表现揣测播放的歌曲。电视机前的您，不妨也猜猜看吧。好，我们有请李承铉。来了啊！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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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让他们，让他们。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你也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就知道，你没必要这么臭屁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什么歌？几下下下下几下下。不是，不是。我知道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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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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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
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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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对面的女孩。笨蛋，笨蛋，笨蛋，笨死了！笨蛋，笨死了！你说什么？笨死了，笨死了！来，我们听一下我们 Take 的歌迷怎么唱的，一二三四。谢谢，哇，谢谢，集体出了一口气。对，什么？三。